那天我听你说你用这个福利社放在饭包里面包饭的吗？就是我每天煮饭的时候放这个福利社一盖在电饭锅一起煮，煮好了那个饭会更好吃更松软，然后最主要我察觉我的这个宝贝吃了过后它的指甲当我剪的时候，哎，为什么这么硬的，我就感觉很兴奋，因为哦它的指甲平常都是比较软的，但是单单给它这样子吃它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福利酸的太棒了。都还没有喝哦。对，我本身也是，我之前就是也发一个针眼，能看我指甲，哎，长得很长而不会断。对对对，这个是我看到他的见证。还有什么吗？我自己就是更多见证，最重要真的是你们试过了，你们就懂了，因为个人的调理反应都不一样。对。